就是什么节点自己真正的意识到 NPC 的旅程就要结束了。哎，忍住啊！先别我们发合照的那一天是几号？合照的那一号，十月六号当天了、啊。对，当天掐的12点。对，我们的聚餐。对，你们当时在聚餐是吧？对，我们当时在聚餐，然后一起发，结果后来有人网不太好，然后就发不出去。比如说我，有时候01的啊，就02的呀、啊，没有卡到零。那个 forever 那个文案是谁想的？秒想，秒想，长进，长进，都发出了微博了，突然说，哎，大家发个微博，发完以后，哎，我们同一个文案都已经发出去了，他都已经发出去，现编辑，对。就那天就是聚餐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一起回忆一下之前刚出道啊，然后这段过程？有的，这个真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有非常的就是彼此之间也聊了很多，然后就感觉回忆满满的。对。说到回忆的话，我很好奇，大家是否在突然，突然高八度的声调，突然一下接得好，来，就又显得不同。对，所以我很好奇，大家会在某一时刻觉得对团队特别有归属感吗？大家可以每个人想舞台上吧，舞台上，觉得每次就使命感。我觉得录 ID 的时候最有归属感。就是当个自己出去，谢谢，自己介绍的时候特别有那种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振宇。不行，笑快到了。你没有叫我疼扭了一下。定了，四月六号，就看四月六号那天谁不来，我们就直接发自拍热。对，看少了谁，我们不说，挂了吧，挂他，微博挂。再过